收看《连生活否》讲六祖坛经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《连生活否》讲六祖坛经。在上一集的节目中，有僧人问六祖大师是否得到五祖的选旨，六祖大师竟然回答：“我不会佛法。”这让人难以理解的答案，连生活佛却说这是 number one 第一等的答案。为什么连生活佛会这么说呢？现在就让我们赶快来聆听连生活佛的开示。我刚刚讲了，这个僧人问六祖，六祖讲我不会佛法，这一招啊是 number one 的，这一招啊是奇招，跟佛讲的一样。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，他在法座上怎么讲？我没有说过法，也没有讲过一个字。今天六祖懂得选旨，明明拿了主意，懂得选旨，他讲我不会佛法。我告诉你哦，卢师尊今天在这里哦，讲了一句话，我从来没有写过书。那你们看什么啊？你们不是看卢师尊写的书吗？为什么这样讲？有他的道理存在，最高深的第一义的道理就是在这里。我没有写过书，佛陀讲我没有说过法，六祖讲我不会佛法。这个境界呀，叫人想不出来，叫做迷。好了，六祖在这里讲我不会佛法，不要会错意呀。真正懂得选旨的是六祖，真正说法的是佛陀，真正写书的是卢师尊。但是一个讲不会佛法，一个讲从来没有说法，一个讲从来没有写书，这就是怪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要去参呐、怎么回事？道理在哪里？告诉你，佛法在六祖身上已经没有用了。我不用佛法，我不懂佛法，我不会佛法。其实他讲一句话就是佛法，挥挥手就是佛法，走几步路也是佛法，吃个饭也是佛法，睡个觉也是佛法，只是他没有用了，他也不知道了，不会了。举手投足、举止动念都是佛法，也都不是佛法。《金刚经》里面讲的这个道理出来了，所谓卢胜宴就不是卢胜宴，因为不是卢胜宴就是卢胜宴。你懂得这个，才知道六祖所讲的这个意思在哪里。我不会佛法，你今天问我卢师尊你会佛法吗？我也不会佛法。佛法在谁那里有用？缺少佛法的人有用，
真正懂得佛法的人不用，不必用，这个叫做无修瑜伽，在瑜伽里面称为无修，因为已经在动用这些佛法了，如鱼在水啊，不知有水，如人在空气中啊，平时你用惯了空气，就连空气都给它忘掉了。你会不会空气啊？不会啊，但是你用不用空气啊？用啊。空气里面含有什么你还不知道呢？什么是好的空气，什么是坏的空气，什么是可以伤人的空气，什么是可以这个治病的空气，什么是这个好的空气，怎么样子优秀的空气，清凉的空气啊，热的空气，冷的空气，什么空气，空气的学问大了，因为你在空气之中啊，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空气啊。六祖慧能在佛法中早就不知道什么是佛法了，我不会佛法。再来，佛法对人有用，你佛法拿到月球去，六祖如果坐在月球上面，坐在阿姆斯壮的那一个脚印上面说法，请问佛法是什么？没有佛法啦，月球要你佛法干什么？连个生物都没有，佛法对他们有用吗？六祖他坐在月球上，他会跟大家讲，我不会佛法，因为没有人听嘛。佛法在月球有用吗？吴山小路用啊。佛法在海底有用吗？没得用啊。佛法在虚空有用吗？没得用啦。佛法在畜生界有用吗？没得用啦。佛法在地狱界有用吗？没得用啦。佛法在这个恶鬼道有用吗？没得用啦。佛法只是在世间啊，不离世间劫，不能离开世间啊。佛法是在世间啊，不能离开世间啊。这里六祖所讲的我不会佛法，是他已经进入真正的虚空之中，所以他不会佛法。写书是给人看的，我难道给你家的鸡看吗？给你家的鸭看吗？书在世间啊，不离世间啊，离开世间啊，我还写什么书啊？佛陀讲佛法49年，是讲在世间啊，离开世间就没有佛法啦。这个道理在这里，还有第一义，你们还要记住，什么叫做第一义，什么叫做开悟，什么叫明心见性，就在这里面啊。慢慢来去想，慢慢来去参，参出来告诉我。收看莲生活佛讲六祖坛经。
穿帮了。六祖大师说，我不会佛法，莲生活佛却认为这是开悟者的答案，是第一义的回答。就如同佛陀说他自己从未曾说法，而莲生活佛说他自己从未曾写书，是一样的道理。要佛弟子千万不要会错意，更不要断章取义。这句话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呢？现在就让我们赶快来聆听莲生活佛的开示。会错意的很多，会错六祖的意思很多，这个语义啊，都会使人家会错意。莲智上师有一次坐飞机啊，莲智上师啊，他的主语是英文啊 ，English， 他在那个加拿大 Edmonton 啊，他 say English 啊 ，English 很流利啊。那个长荣的小姐，看到他以为他东方人呢、啊，他说：“这个你要什么？我要果汁啊。”他果汁给他，那我还要一个。我还要一个水管，那个 Waitress 啊，这个空中小姐就问他，你要水管做什么？他说我要水管吸这个 juice， 吸管呐、啊，不是水管呐、啊，但他。一个亿哦，没人等。他想说，我给我一个水管。那空中小姐就迷糊了，给他一个。原来他要的是吸管。哎呀，我有一次也是讲错话了，师母在旁边提醒我。那个去化位啊，我拿着这个 business class 去化位。那个柜台小姐就问我。你想坐里边呢外面呢？我是跟他讲，我坐马路边，我坐马路边。那个服务人一听，马路边，哪里有马路边呢、啊？又讲错话了，其实是走道边啊，走道边。我为什么要坐走道边呢？因为啊。那个老人家半夜起来小便了，不想打扰到师母，我坐走道边比较好，不是马路边。这是我自己犯的这个口语上的错误，这个都是会错意啦。真的，有时候我们听法要整本书的听。你不能哦，断章取义，断章取义是不对的，啊！今天讲你看，你出去跟人家讲，六祖说我不会佛法，今天我不会佛法，跟六祖一样，那你就错误了，这个叫做断章取义，我们不能断章取义。听佛法，你要整篇的，像你读文章要整篇的读，你不能取一句起来讲。取一句起来讲就是错误啊！断章取义有一个比喻啊，像师尊很害怕打针啊。以前在制图厂，每一次军人最怕死，有流行性什么的时候就打针啊，对不对？那朱金水啊、李林德，我的同学都知道，军人其实是最勇敢的，又是最怕死的。人家在流行霍乱，他马上就打针了。我是最怕打针的啦，因为很痛。有一个人很怕打针，他说他就问一个护士，他说：“你打针会不会痛？”那个护士就讲：“我打针已经打了20年了，我当护士已经当了20年，打针已经打了20年了。”哦，那个人他说：“啊。”这样太好了，就不放心的给他打，一打就痛，痛得很厉害。那针筒又那么大，又打哇，痛得好厉害，哇，痛得手都麻。
他看着护士啊，你不是做护士20年了、啊？那个护士讲说，我还没有讲完呢，我做了20年的护士，打针打20年，从来没有一个不会痛的。他还没有讲完呢。所以我们邪火不能断章取义啊，你听了前半段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就断章取义，就是哦，他打针不会痛，我打针已经20年，你觉得哦太放心了，给他打还是痛。下面一句是这样的，我打针已经打了20年，没有一个不会痛的。我们学佛啊，像你看六祖慧能，他要洗这个祖衣，没有泉水，他到寺的后面去看非常的好的地点，他把锡杖一擦，这个泉水就流出来，哇，就变成一个水池了。我们讲的这个就是神通啊，真的是这通力无穷，真的不得了。你不要看哦，我们人也有神通哦，你看水果皆知啊，不得了的，创造很多新的水果，凤梨跟释迦，蓬莱啊，跟释迦就变成凤梨释迦，都会配。他们现在一直在创造，这个就是神通。神通虽然没有了不起的地方啊，便不是了不起，人都可以知道神通。将来，我希望啊，像这么热的夏天，跟那么冷的冬天，我们要制造一个机器。这个机器是什么？春夏秋冬，户内户外都可以用，全地球上用一部机器，就把春夏秋冬全部变成同样的温度。所有的人投票啊，今天要几度，那个气象台就讲好，今天给你们几度。这就是人的神通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发明这个呢？还有致人已死的这个 cancer， 大家要赶快发明出一种药吃下去，哪一种 cancer 都可以好。这就是人的神通啊，要利益众生啊，大家要发明神通，用你自己的神通去通，把它发明出来，不能让六祖啊，这个专美于前，啊，他一西藏东，这个泉水就出来，就变成一个池子，他就可以洗主意。我们也要这样子。有没有潜水？一按，一个仪器一按，有潜水，马上挖了。最好是有石油，东哦，有石油啊，马上挖，那个就神通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神通实在是要利益众生的，才是神通。不能利益自己，利益自己叫做私通。你看私通是犯罪的，所以神通不能利益自己哦。修行人要注意到了，神通要利益众生，而不是利益自己。
讲六祖坛经。又到了空中读书会的时间了，我们今天要与您分享的是莲生活佛第151本文集《独居小语》这本书里的一篇文章。在这篇文章里面，莲生活佛写道，在隐居闭关的陋室当中，莲生活佛自言自语，自问自答地谈了一下自己的心声。莲生活佛自问，我对人有怨恨吗？活佛心想，没有。莲生活佛再问，我对这回在娑婆世界度众生会后悔吗？莲生活佛自己回答，无悔。有这么多人，这么多事给予伤害，有所谓吗？莲生活佛自己回答，无所谓。为什么能做到这样的想法？因为活佛的愿力大如虚空，活佛的心是虚空，广度天下，视众生如佛，无所障碍。动地惊天未生死，垂门打户劝修行，问我何以无怨尤，只怕众生入火坑。莲生活佛是一个心量宽广的人，处处为他人想，不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。要救度众生，莲生活佛说，本来就应该要舍掉生命及时光的。修行人要修无我，就是要处处为众生，要知道众生是不可思议的。活佛读佛经，知道佛陀的弟子目犍连有这样一个事情。有一回，目犍连运用大神通力，来到了极遥远的一个佛国，那里有一位广大佛正在说法，佛的身长有30丈。而听法的圣贤身长一样是30丈，目犍连在这个佛国出现，就好像一只小蚂蚁一般。当时众圣贤看见小蚂蚁的目犍连出现在佛国，内心非常的好奇，便问广大佛：“这只小蚂蚁是谁？”广大佛对众圣贤说：“这位小蚂蚁般的小人，正是娑婆世界当中释迦牟尼佛神通第一的弟子目犍连。他今天以他的神通力来到了我们的国度。”活佛当时读经至此，有一个感悟，在广大佛的佛眼之中，看目犍连尊者是一只小蚂蚁，而娑婆人间岂不只是一只小蚂蚁的窝而已吗？而蚂蚁窝有什么好争的？在蚂蚁窝里面有什么好斗的？由这个小小的故事，我们体会虚空的伟大。其实愿力如果无量无边，目犍连尊者不只是一只小蚂蚁，广大佛也不是大佛，真正的大是与道合者大。有愿吗？有悔吗？当然无怨，当然无悔，因为这娑婆人间真的很像一只蚂蚁窝。我们今天就以这篇文章和大家做分享。节目的最后，欢迎观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，活一天感恩一天这本书就免费的送给大家。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，感恩您的收看。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，不要忘了继续收看莲生活佛讲密宗道次第广论。我们明天见。Thank you.